好，你的心里边已经规划出那个东西了，住在你那个规划的那个东西里，剩下的都不影响。知道怎么样是怎么样，不需要清理。所有的，比如说你的心里边是这个桌子是另一个桌子，或者是什么，你的心里有一个清静的房间，好，住在你的房间好。这有什么呢？你不要管这些东西，在你如如不动的安住在你那个清静里边。但是如果说这个空间，这些空间都是自己所在的空间，梳理这个空间对改变状况和一些现象和一些场有帮助吗？也有点帮助，但是呢，只是让你感觉到你就是清静点。但是呢，你也知道这个世界的一切都在无常，都在变化。如果你有一天你到了一个清静不了的地方，怎么？你在自己家，你可以把它想摆成啥样？你比如说来到这个公司，这个公司它不会给你按照你的想法去摆的，是吧？那个时候你是否就打扰你了呢？你始终要安住在自己心的那个清净境界呢。比如你心里刚才说，我应该怎么样，应该怎么样，好，那你让你的心就那样好了。你心里边，你的头脑有那样一个境界好了，剩下这个世界的任何东西跟你都没关系了。你走在哪里，你都安住在你那个清净的境界里好了，是不是？它都是跟着你移动的，你何必在意外边是什么呢？这就是不着相吗？你不要执着外边人家的，否则你那个境界会失去的，你知道吗？否则你如果你依赖外在的境界来改变的话，那你每天你就得待在你自己弄的那个境界，一出那个境界你就不行，是吧？世界一变，你定不住了，是吧？当然一开始说实在不行，那就我们就弄一个那样的碰撞的，但它最终它要破那个。最终不能依靠外在的任何环境来去达成他的内心的宁静，最终要靠他自己，他的认知，要不分别这些东西。如果只是我们你提供了一个场地给他，他永远依靠这个场，他离开这个场地他就不能活，你知道吗？那就像你给孩子给了个温室里的花，人家他出去在生活里，人家谁呵护他，那他就不能活。大风大浪，遇到困难他就不行。但是，一开始在茁壮成长的过程中，孩子还小的时候，你要给他一个舒适的环境，因为他还受不了摧残。如果一开始你的环境就太恶劣的话，这个孩子可能一开始就跑掉了，不学。你给他一个环境，让他觉得哇，这好，这美啊，这舒服啊，哎，这样修修修，哎，有一天一定要把他扔出来，让他去面对这些脏乱差。你甚至可以把就放一间最奢侈、最豪华的房，放一间茅棚，你都不断的让他在两边锻炼，他什么都可以的，这才行，又能奢侈，又能豪华，又能节俭到极致，或者是在中间没有这两边来中间再锻炼，走极端大家还很容易呢。你还别说，大家最怕的是平凡，要么让他很体验那种极端的苦，他还觉得挺有自我价值感、成就感的；要么让他最好，要么让他最低。你把他扔到最艰苦的地方，他觉得蛮成就感。就像那些野外训练啊，那种极地野外那种去体验啊，那很多人很成就感很强的，30天、3年，甚至在里边野外求生训练，出来以后他都觉得是炫耀的资本跟手段。而且就算他不炫耀，他一生中他都觉得，哎呀，我都那么苦都过来了，我都没问题的。他都会增强信心啊，增强那个自我的那种成就感、价值感，知道吧？但两边最怕的是就在这平凡的日子里磨你，让你不高不低。你不是有成就吗？磨得你头上那个光环也掉半拉出来，然后这个是最难熬的，我告诉你。没有成就感，没有价值感，那实现不出来，体现不出来，很平庸，很无为，很平，就这样子，是吧？不高不低，就这么吊着你。人很怕过这种日子，越优秀的人越怕。昨天开玩笑，老师把我们给骗了。咋知道修到最后，其实修行就是这么平时嘛，我们都不修，我们还想修一个带光环的，有神通的。但是你不带完光环回来，你不知道平时，你不知道普通，真的不知道平凡是什么。你那个平凡跟简单就觉得没光彩。然后你头上套完个光圈回来了以后，觉得哎呀，平凡简单原来是光圈无量，
哪块都是光，哎，都是光圈，原来就是平常心嘛，达不到嘛。我们是彩色里边转回来的，然后就知道平常心，平常心是道。始终是你在修心法的时候，这儿它始终是个心路历程，尤其在这儿你修，就是刚才你说的。我去建立一个清净的地方，你在心里边已经见过了，好，安住在那，不要动，就我肯永远在心里边做事，我心性上到达了，我觉得我需要一个清净的地方，那个地方是什么样，好，想到了就已经 OK 了，想过就去做到了，所有的在心性上修行都是这样的，很快的，这是，哎，我要持戒，我要什么，你心性上想是什么东西，想过了就证完了，那吧，没有过去未来，在那刹那之间有恒了，想过了就正，想就正，想正了就修，结束了。这是个梦啊，你知道吗？三维角度是个梦啊，梦里边哪有逻辑呢？是不是？你做梦，你做梦，今天在中国，明天做去温哥华，啥时候乘过飞机？啥时候乘过汽车？不是直接过去的，哪有逻辑性可言？修心法在这修心性上的东西就是这样，想了就做到，想完了就 OK。 不要说哎呀我想完了或者没做，继续啊，观想啊，那就是修行啊。止语，修止语，当你一说到止语的时候，不要想着我要坐在坐垫上止语，或者是哎呀未来会有什么事情止语，马上想想止语后是什么状态，去正止语，然后马上想想气沉下来，我不说话，甚至头脑里马上观想跟所有人不说话，所有人让我干啥，我的怎么样，我的这样子这样子，马上把它在头脑就像演电影一样演完了。止语，我的气沉下来，我不说话，我头脑是没有用的，我表达不出我的观点来，马上在头脑里边去想观想。你现在成佛是什么状态？不知道啊。就这样的，我给你三三。